前的廟好像不是在這裡對吧？那你也不了解，那是我的年代的時候啊，所以我算我都哦，一二十年沒來過這裡，原來這麼老年齁，還跟我們的通天府，我們的吳父先生，跟劉姐是非常的靈感齁，因為我們神仰經教會就在這裡，那在這裡齁，跟信徒關聯下，可以跟我們集合我們所有好朋友齁，有錢出錢有來出來齁，共同來跟我們建廟，還有這麼好的場地齁，我們後面來到現場，我們可以欣賞到我們優質的節目來跟我們做一個陪伴齁，來辣妹不得關心，跟我們好朋友來祝福一下。你住完了、喔、对啊，这么快？不要紧啊，我现在真的有脑雾哎。我昨天那个长官，我已经认识他十几年了、喔。你别给。然后他来，我忘记他的名字。真的、喔？想不起来哦、喔。好夸张、喔、后来我就去看他的背心。名点掉快十分钟。我袂记得。介绍伊起来，我完全想袂起伊的名、啊。然后我就问老师，我老师紧嘞，伊叫什么呀？老师讲我知。你想起来，你想起来，我拄仔介绍了，我袂记。真的是完全好夸张哦，好夸张哦，哎呀，靠腰啊，膝盖，但系我未记问到那邓婷，不是，真的会这样子呢？是我个人啊，每一个人的那种。我也有一点，你一点点的，我是很严重哎。我今天忘记甜甜的名字，真的假的？真的，本名吗？我说，但你叫什么名？对，你是公鸡的公鸡。真的，你可以问他，你等一下我问他。公鸡要弄。我说，哎、欸，你等一下来我车上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你是袂记你伊生做安怎吧？对，我忘记他叫什么名字。啊，那才严重，原来真正安尼就对啊。真的。你是袂安怎？林刚，阮客遐尔，我愈来愈袂，是不是？我客遐有足侪啊，有台北的，啊有台中的，啊有迄落台南高雄的。我惊我若叫唔对的，改迄落台北的叫伊高雄的。统一叫宝贝就好。哦，对呢，哦，原来你也都有在套的对吧？啊，不是，你也袂客安嘞。原来你拢安尼叫宝贝的对吧？啊，搁叫宝贝，敢若有一点仔恶心。我男朋友八十岁，叫伊宝贝，我若叫会落啦。亲爱的宝贝，喊你都行。大鸡啊嘛，叫八十岁就安尼尔，你要叫伊大鸡，哎安尼尔。你现在叫阿英。哦啦，叫我无要叫啥宝贝哦。阿英，阿英哦，爱就袂硬，你叫。是啊，哎，信心啊。哦，是咧，爱还信心的了，佮有信心嘛无路用嘞，白就是白 ，A 就是 A 啦，你不一定。年纪大就不会硬哦，不一定，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。哎、欸，有的三十岁吃骨头嘛，可能不硬的啊。就爱的，不，袂使安尼讲的，敢会伤到来厝内的人，袂使安尼讲。不一定啦，身体咱来顾好。嘿，真正吼，随时哦爱保重咱的养，保养我们的身体。对啊。像我这阿妹，其实你是属于劳动。跳这个很伤我们的脊椎啦，是咱的骨头弄作伤的，所以爱加运动，活着就是要动，活动活动吼。对。你平常伫买当当，我是讲仰卧起坐，不是叫你做床上运动诶，不是啊。迄无法度顾身体，但是你若常常做爱对无吼，会保持年轻。哦。我就是一直做爱。我刚好变迄个阮头家同款啦，你看会出伊五六十岁啊无？就是伊拢逐工伊伫做爱，伊讲伊外高嘞吼，小姐家鬼拢娱乐，那老师搞我感觉变臭鬼，查甫人用鬼拢得钱嘞，多骨落下毋是家己。哎，你敢那听袂落的感觉哦、喔？对。你较认真听，我是做诚心甲你做朋友的哦、喔。我拢甲你交陪安尼哦，你袂使安尼，即些讲话爱听哦、喔。哦，你是安那？我讲的拢是肺腑。肺腑之言呢、欸？哎、欸，你两只讲我听肺腑之肺腑之言。哦，我国语无啥标准啦，迄、那个台语嘛无讲出认证的，啊，迄、那个台湾国语嘛无足标准的，三项拢无一个够的。啊，到底我是要讲啥物？英语English 我哦 ，I love you， 啊个 No，Yes，Good morning， 啊，但是我也要念描写哦，英语，哎，哦，我有一个会晓，Happy 快乐。但这个我拼会出来，我拼会出来。哎，你敢那透露我敢那做差呢？我唔是差啦，我是功课无好呢。啊，以前就家庭歹，家境歹，十三岁就落海啊。哪有你读册？哦，像你嘛同款，就拢下课就上班唱歌，喏，对啊。啊，等伊就困，透早起来搁上课了，下课妈妈搁去学校的门口甲恁载。对，真的都没办法念书呢。对啊，所以我以前都作弊呢，作弊又领奖学金，真的啦，浪费嘛念，真的啊，好好嘛念，你看外高，你作弊。
然后一次去老师抓到零分，零分，我妈讲啊，有可能，诶，进前上尾名拢考比你较侪分，我妈也无这张真正足困难的，高难度的，所以考零分是正常的。我那个上尾名十七分啦，啊，我零分，我妈讲哪有可能，讲真的，我唔敢讲我作弊用抓到，哪敢讲啦？哦，嘿啊，所以迄个作弊是唔对的吼。小朋友不要学阿姨那个是错误的示范，因为阿姨无读册，规个册拢摕起写在咧抄。来了吼，继续让 Angel 带来精彩的钢管秀哦。不是我爱讲话哦，阮正祝福交代吼，爱做啊好，做啊水。来安排我的 Angel 美女吼，带来我们精彩的秀舞来给您做一下带动吼。来，所有朋友当七七个头前面的吼，来欣赏我的辣妹带来精彩的钢管秀舞来给您做陪伴。来，欢迎的 Angel。